客厅一般是户内空间最大的区域，是全家日常生活的主要活动场所，是介于私人和公开的聚会空间。它汇集了娱乐、会客、休闲等多种功能，并且还联系着餐厅、厨房、卧室、书房、卫生间、阳台之间的沟通。客厅在居家布局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对整个宅运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它还是最能体现主人特点、文化品味、生活情趣和装修风格的地方。可以说，客厅是一家之宅的主体，最好设置在住宅的心脏位置，也就是家宅的中央区域。客厅是家庭中旺气聚集的地方，应该尽量保证气流的稳定，所以不应该将客厅规划在人流活动频繁的流动线内，从而导致家宅的气紊乱，也会干扰家人和朋友的正常聚会活动。中国传统的房屋，不论外墙还是室内，大多是方形的，四平八稳，透出一股堂堂正正、不偏不倚的气势，令人肃然起敬。从风水学上说，屋子是以正方为家，方形在五行中属土，长方形属木，所以具有坚实、稳健、敦厚的意味。狭长或不规则的客厅被视为不吉利，这样的客厅显得单薄，显得主人胸怀不宽、气量不大。所谓狭长，一般是指长度超过宽度的一倍以上。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解决方法是用沙发、矮柜等家具把空间一分为二，把长条形切割成两个长方形，这样不仅符合风水之道，人看起来也觉得比较舒适。客厅若处在能接受到充沛的阳光照射的地方是最理想的，即所谓光厅暗房。有些客厅采光、通风等条件都很好，但在一些不惹人注意的地方还是会出现问题，就会妨碍客厅的风水。比如说，站在客厅里能看到厨房灶台，这样的话最好能改变一下灶台的位置，或者在门外做点工作，使得客厅看不到灶台。客厅最好避免能看到所有房间的门，除了隐私性差之外，还会给人一种门户大开的感觉，让人有直捣黄龙之意。现在有些客厅与卧室之间存在着一条通道，这条通道的尽头可能是厕所，也可能是房间门。从风水上来说，在这两种情况下，最好是在通道上做一定的遮挡工作，比如说像玄关一样的下实上虚的玻璃屏风等，这样坐在沙发上的客人就不容易见到他人出入厕所的情景，而房间也可以保证一定的私密性，屋内的气也不会直通流散。但在客厅面积比较小或者客厅窗户少的情况下，最好还是不要安装遮蔽物或门，否则会令客厅看上去更加狭窄，并且有碍空气的流通。对于客厅这样的一个小环境来说，天花板就是天的象征，所以是相当重要的。
客厅天花板的设置不仅要符合审美观，更要符合风水之道。既然天花板是天的象征，天花吊顶就要尽量做得高一些。层高不高的客厅以平顶为宜，若做吊顶最好保证在10厘米以内，以保证天的高高在上的感觉。天花板的颜色宜轻不宜重，宜浅不宜深，给人以天高云淡轻松明快的感觉。如果客厅的采光不足，就应该在天花板上安装柔和不刺眼的日光灯。俗话说，进门先看厅，看厅先看地。地板是一个家庭地位与财富的象征，客厅是一家人利用率最高的空间，所以客厅的地板一定要保证坚固平坦。从风水上来说，有保证家运顺畅之意，也避免失足摔跤等意外情况的发生。地板的颜色则应该偏深些，以符合天轻地重之意。有些客厅会采用一些高低层次分区的设计，少量的变化无妨，但阶梯过多则是不宜的，特别是有小孩的人家。另外，和玄关地板一样，客厅地板的图案也是忌讳有尖角冲门的，尖角冲门给人一种惊险感，不如选择有吉祥寓意的图案。虽然现代建筑中梁和柱已不那么明显，不过在一些结构不当的房屋里还是会出现一些梁和柱暴露在外的情形，这时就需要设法遮挡。如果头顶上的横梁交叉成十字，在古代是不能住人的，源于技术原因，这样的房子不牢靠。但是现代已没有技术原因的说法了，这是天花板上做十字，好像底下的人永远是背着十字架在生活，所以不可取。直向的柱可以处理成柜子，特别显眼的柱子可以作为客厅的分隔线，把客厅分成两个不同功能的空间。客厅是居室中众多功能区的衔接点，不仅要开阔，保证一定的活动空间，而且还要保证一定的光线。保证客厅光明的方法有多种。首先，与客厅相连的阳台应避免摆放过多浓密的盆栽或阻隔物。客厅的墙面不要选择太暗的色调，柔和的色调搭配适当的灯光，就可以营造出明亮的客厅环境。如果客厅墙壁用墙纸装饰，选择的时候应该慎重。色调深沉、表面粗糙的墙纸会令空间显得狭小阴暗。与光线相应，颜色
不但会影响观感，也能影响人的情绪。现代客厅虽然多会用多种颜色来装饰，但是每个客厅总是会有一个总体的色调倾向。可以说，客厅的色调决定了全屋的主调。客厅的颜色虽然不可能迎合每个家庭成员的要求，但应该考虑到客厅窗户的面向，不同的面向采光的形式和时间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在传统风水上说，每个方位都有自己的五行所属，而每个所属都与不同的颜色相关联。东向和东北向的客厅以采用黄色、原木色系列，南向、东南向、西南向客厅以采用白色系列。虽然南面也有凉爽清风，但始终以火旺为主，采用白色冷系列可以消减燥热的火气。西南向还可以加些咖啡色、土黄色等。西向、西北向的客厅以采用绿色来做主色调，并且多花木装饰。西向客厅下午日照强烈，用清爽的绿色和花木可以消减酷热，而且护目养眼。北向客厅可以多用红色，增加温暖的感觉。因为西北向的客厅缺少光照，普遍比较寒冷，因此蓝色、白色等冷色调要慎用。客厅的装饰除了有一个统一的色调之外，也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格调，而不是见了好就往家里添，显得杂乱无章、不伦不类。中式的古色古香，西式的现代气派，自然的优雅宁静，不同的风格体现了主人不同的情绪喜好，也可以说它反映了这家人的性情。大家和谐共处，遵守同一原则和格调，不是任意而行，混乱无序。客厅不仅是客人拜访时所住的空间，更是全家每个人活动的空间，所以它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合理的划分客厅的功能区域，可以提高房屋面积的利用率，也可以提高家人的生活质量。要尽量使每一空间负担更多的功能，比如就餐区并入客厅，柜子前面既做走道又做活动区等等。虽然客厅具有多功能的作用，但它毕竟人员来往频繁，所以必须留足足够的空间，最大限度地减少家具的数量，留出更多活动的空间，避免局促感，并且保证它的宽敞和整洁。客厅如果塞满了各式东西，比如家具、装饰品、杂物甚至古董，就容易堆积灰尘，影响气流通畅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如果主人有这方面的收藏爱好，就要注意合理安排它的放置，以及做定期的打扫清理工作，以保持空气的清新洁净。客厅中有一个特殊的方位，关系着全家的财运、事业、名望兴衰。
这个方位俗称财位。财位的位置是在客厅进门的对角线方位，这也是人进门后最容易首先注意到的地方，是一个客厅画龙点睛的地方。在风水中，财位的布置也是非常重要的。财位的背后最好是两面墙，象征着有靠山，这样才可以藏风聚气。如果背后是走道、开门或者开放式窗户，便容易泄气，这时可以用窗帘遮盖，或者利用改变门的相对位置等办法使财位改变位置。财位上放置的物品要增加它的生气和运气，切记将衣柜、书柜、组合柜等沉重的家具放在财位位置上，这样会令财位压力重重，对家宅不利。相反的，财位上可以放一些有吉祥寓意的招财物件，或者生机盎然的植物。客厅财位放置的植物应该以叶大或叶圆的常绿植物为主，忌讳有刺的仙人掌类植物。需要留意的是，这些植物应该用泥土来种植，不能以水培养，因为财位忌水，以免见财化水。财位时常受到人们的注意，光线一亮不一暗，最好常有阳光或灯光照射。同时，财位应该保持整齐清洁，不要堆积杂物，也不要放音响、电视之类有震动波的物品，因为如果财位长期凌乱或者受到震动，很难固守正财。客厅是家人和客人活动的地方，必须留有一定的空间。在这一点上，要特别重视客厅家具的布置。客厅家具摆放要得当，不要过多，家具体积也不宜太大。在确定家具的摆放位置之前，可以给客厅定出一个焦点，家具就围绕这个焦点摆放，为客厅营造一种无形的凝聚力。提到客厅家具，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沙发。选择沙发首先要根据客厅的面积，豪华粗大的沙发适应20平方米以上的客厅，可以使空间显得充实大气。12平米左右的小客厅，最好选择没有扶手的沙发，减少凹凸感，使空间显得宽敞。另外，也可以选择 L 型的沙发，因为 L 型的沙发组合比 U 型的沙发组合的占地面积少一些。好的沙发选择有利于人们的生活活动。正确的摆放位置也是风水的重要因素之一。沙发不要放在横梁下面，
否则坐在下面的人容易精神紧张。如果实在要放，可以将有梁的地方用装饰手段修饰一下。沙发的背后最好是有墙可靠，后面有通道、门窗等，便是散泄之局。从心理方面来说，沙发背后空荡荡，缺少安全感。如果背后是通道或门，人坐在沙发上总要担心后面是否有人走动，是否有异常情况。但如果是一堵坚实可靠的墙，人就会坐得安心踏实，无后顾之忧。如果客厅格局无法将沙发放在墙壁前，可以在沙发背后设置一个屏风或者柜子，但千万不能是鱼缸之类与水有关的物品，因为沙发背后忌水。也不能是正对后脑勺的大镜子。沙发倘若与大门成一直线，风水上称为对冲，会导致家人失散，因为从大门进来的气会直冲沙发而来，也就是直冲人而来，于身体和心理都是不利的。在客厅里，沙发是主，茶几是客。沙发较高像山，茶几较矮像水，两者必须配合，山水有情才符合风水之道。选取茶几以低平为原则，茶几高不过膝才合乎理想。茶几的面积也不要太大，否则有喧宾夺主之感。茶几的形状以长方形、椭圆形为好，这样的形状正适合一般沙发组合的形状。带有尖角的菱形是风水所忌讳的。沙发的左右两边可以放置小茶几、落地灯或者组合柜，以形成青龙白虎左右护持的格局。组合柜也是客厅的重要角色之一。组合柜主要是指用来摆放电视机、音响、装饰陈列品的柜子。在客厅中，沙发背景墙是靠山，茶几是暗山，组合柜则是朝山，彼此之间要大小适中，有高有低。大的客厅选择较长的柜子，小的客厅选择较矮较短的柜子。通常茶几较矮，所以组合柜不宜太低，加上柜上的物品应该超过沙发的高度。如果达不到这个格局，可以在柜后的墙上加一些风景画之类的装饰，变相加高。客厅除了家具之外，必不可少的还有装饰。装饰首先是墙壁，通常一个客厅都有一面做主要装饰的主题墙。在墙上挂画是最传统也是最简单的装饰手法。挂画要注意比例和美感，画的内容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最好是有吉祥寓意或者光明正大的内容，切忌挂一些意境萧条或者猛兽猛虎的字画。这些画给整个客厅带来一种萧条恐怖的感觉。客厅不是一个人的地方，即使你个人喜欢，也要考虑到来家里的客人、小孩的感受。有些客厅的背景墙比较阴暗，这时
更可以用一幅充满朝气和阳光气息的画，比如向日葵来装饰墙壁，取其向阳花木亦为春之意。很多人家会在客厅里摆放鱼缸，鱼缸在风水里是水的同义词，除了观赏价值之外，还有接气化煞的功效。鱼与水共生，使室内更富生机。不过摆放鱼缸也需要有所注意，鱼缸的体积不宜太大，水太多仿佛有决堤的危险。和其他物品不同，鱼缸要摆在凶方而不是吉方，因为鱼缸是可以用来化煞、逢凶化吉的。另外，鱼缸也不要和厨房的炉火相对，造成水火不容的相冲格局，也会影响风水的好坏。给客厅带来生气的还有植物，植物数量不宜太多，并且应该放在角落，不妨碍人的走动。植物主要是用来装饰家具，以高低错落的植物来协调家具的单调线条，给人以视觉的美感。门是一个建筑物的出入口，对于家宅来说，门是家和社会的区隔，是家宅的颜面。一个漂亮合适的大门，不但会受到别人的赞美，还会起到调节主人心情的作用，从而发挥它多方面的作用。从风水上说，大门是内外空间分隔最外部的标志，是气口的所在处。好的大门能够提高主人对外的运势。在风水文化中，阳宅三要是门、房、灶，阳宅六室是门、路、灶、井、坑、厕，两者均把门作为第一要素，可见它的重要性。风水学一直非常注重方位，并有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口诀。这个口诀运用在门上，主要表现为房屋开门的四个主要选择：开朱雀门即南门，开青龙门即左门，开白虎门即右门，开玄武门即北门。如果屋前有草地、水池、停车场即所谓明堂，则以开中门为吉。如果屋前没有明堂，以开左方青龙门为佳，因为青龙位比白虎位吉利，开北方门、玄武门视为最不吉，因为有败北之意，所以住宅一定要慎开北方门。不过在独立别墅，从风水上说，又是需要留出后门的。有些风水师说，如果不开后门，夫妻感情会有问题，可能还住不长，甚至刚过中年，夫妻中就会有人去世。
其实从古代的房屋来说，前门是主人和客人走的，后门是下人和佣人走的。前后门是用来划分长幼、尊卑、贵贱的，用来维护家中等级制度的。而现代别墅相对来说，出入的人总是比一般住宅要多，开个后门对于人员的进出也是有好处的，并且后门还有利于家中气流的流通。需要注意的是，前门与后门的设置不能形成对冲，包括屋内其他的门以及窗户也是如此。因为门和窗是气口，所有的门窗排列都应该错落有致而不相对。从科学的角度上讲，门与门相对会形成强大的对流，强空气的来回流动对身体显然是有害无益的。对于现代人来说，回家后的大部分时间虽然都待在室里，但是门窗外的情况也不是可以不闻不问的。首先，门和窗都不应该对着坟地、垃圾场等不利于身心健康的地方，也要避免看到别人家的卧室、浴室等，以免发生邻居纠纷。同时，门窗外应该保持整洁通畅。如果外面有障碍物挡住房子，不但人出入不便，而且看不到远处的景色，让人的视野始终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不利于前程事业。而门外的清洁环境能更给回家的人以一个好心情，也能把清新的空气带进屋内。另外，对高层楼房来说，门不可以对着电梯，因为电梯的高速运动扰乱了气场，会使气不平顺。门是家的附属物，门的大小与家宅应成比例，宅小门大不宜，宅大门小也不宜。如果门比家显眼，或者门阴暗狭小，都会破坏家的整体美。具体来说，门的高度要合乎比例，通常以2.3米为标准。大门太高，犹如监狱大门，让人压抑；太小会显得闭塞。大门的形状也根据居住者的身份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建造超越身份的豪华大门，以古人的观点而言，是八字承受不起，会招致大凶之事。安装木门的时候，要看清木纹是顺生还是逆生。通常由下至上的是顺纹，顺纹使家宅安宁顺畅；由上至下的是逆纹，逆纹使家宅反复多变不顺畅。同时，门是家的颜面，一新不易旧，有破损的大门最好立即更换。现代人装修房子选择门的时候，总是挑自己喜欢的颜色，但是在风水上却另有说法。颜色的选择和门的方位有相当的关系，门的颜色要结合该方位在五行所属。除了颜色外，还要讲究图案的配合，不同的图案形状有自己的五行所属。如果大门的图案与方位五行相同，或者是可以声望方位五行的，则属于吉利。比如东和东南属木，木与水相生，大门的颜色应该选择与木有关的青色、绿色，或者与水有关的蓝色、黑色。
图案则选择与木相应的长线、长方形，与水相应的波浪形、梅花形。南方属火，火与木相生，大门的颜色选择与火有关的红、紫、橙，或者与木有关的青绿。图案选择与火相应的三角形、多角形，与木相应的长线、长方形。西方属金，金以土相生，则大门的颜色选择与金有关的金色、白色，或者与土有关的黄色、咖啡色。图案选择与金相应的圆形、半圆形，与土相应的四方形。在古代那些比较讲究的房子里，人们一进门首先看到的便是屏风。在现代家居中，屏风被弱化了，但是并不代表着它所隐含的意义就完全消失了。从风水上说，客厅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形状，门和厅不能紧紧相邻，不能让人一推开门就已经进入客厅，这样人住在里面才会觉得舒适、自然、安全。所以现代家居也需要在门和客厅之间做一定的遮蔽，比如玄关或者现代化的屏风。进门后可以建玄关，可以建屏风，但不能建横梁压门，否则家中人丁无法出人头地。横梁压门主要是让人一进门便感觉受到压抑，所以是不适的。在门口还有一个小细节，那就是踏垫。踏垫要留在门外，这样才能把尘土污泥留在屋外，不带进屋，也象征着把烦恼和污浊都留在家外。古人常说开门见喜，或者说开门见红，也就是说一开门就见到红色的墙壁或者装饰物，使人入室放眼就见喜气，感觉幸福温暖。与开门见喜同样的还有开门见绿、开门见画，被称为开门有三见。开门见绿就是一开门就见到绿色的植物，生趣盎然，又可以养眼明目。若开门就能见到雅致的小品或图画，既能体现居住者的涵养，又可以暖和进门后的仓促感。与开门三见相对的还有开门三不见。阳宅集成中说，开门见灶，钱财多耗，就是说开门就见灶台会使火气冲入，而财气则无法进入，所以厨房要和大门保持一定的距离。开门见厕，犹如晦气迎人，厕所无论多少干净，总给人以污秽不吉利的感觉，会让人心情不畅。开门见镜，古人说是镜子会把财气反射出去，
如果不是大门直对冲煞或污秽之物，需要用镜子将它反射出去之外，镜子是不易正对大门的。事实上，镜子里产生的是虚像，在人们不备的情况下，虚像有时会惊吓或干扰到人的心理。窗户和门一样，会吸纳自然光线和新鲜空气，它使人们与室外保持适当的联系，又获得独立性和安全性。不过，窗户的数量要适中，窗户太少，屋内的气溢于其中，无法吐故纳新，不利于居住者的身体健康。如果窗户太多，会扰乱平和的气场，形成家居生活的紧张。和门一样，窗户也有吉凶位。道家讲紫气东来，说东方有祥瑞之气，所以风水中把东窗看成是吉祥的，因为它可以吸纳祥瑞之气。事实上，人们喜欢开东窗，更现实的原因是东边有朝阳，朝阳每天在东窗外催人早起，有利健康，而且一起床便能看到新生的太阳，也让人神清气爽，充满信心。窗户的凶位是在北方，不过这里主要指的是卧室里的北窗，因为北方为阴，开了北窗就相当于吸纳阴气，让人得病。现代居室窗户普遍比以前大，甚至有很多是落地窗户，但在风水中，窗户太大容易导致内气外泄，使家居生活紧张。如果窗户太小，不利气流进出，过小的窗户还会使居住者视野狭小。窗户的开窗设计是可以决定气的流通的，窗户最好是能完全打开，易向外，不易向内。向外的窗户更能使大量的新鲜空气进入，而且不影响空间，更加实用。窗户的高度也是值得注意的，窗户顶端的高度必须超过人的身高，这样一来可以增加人的自信和气度，同时在眺望远方的时候不必弯腰拱背。卧室的窗户不可以太低，尤其不可以与床同高，使风对着人直吹，是非常有害身体的。窗框的颜色应与墙壁漆成不同的颜色，这样外部的景致仿佛构成了一幅天然的风景画，能为居住者带来活力和创造力。不论是为了保护室内隐私，还是遮挡光线、美化环境，窗帘都是不可或缺的。窗帘在窗户面对尖角不结物的情况下，还可以起到防止煞气进入的作用。背窗而坐的地方拉上窗帘，可以消除人的精神紧张感。别墅或者私家房子通常还有天窗，天窗和普通窗户比起来更容易受到太阳直射和风雨冲刷，阴阳二气交替从天窗进入屋内，所以天窗不可以开得过大，否则二者变化波动过大，
形成不稳定的力量，有如潮汐消涨，不利于身体健康。佛经里说，玄关大起，正眼流通。玄关的概念来自佛教。在住宅结构中，玄关是指从大门进入客厅的缓冲地区，是进出房屋的必经之地。根据心理学分析，第一印象通常产生于见到事物的前7秒，而这与人们进入住宅审视房子、调整气息的时间基本相同。所以，玄关对于进入房内时的心理所产生的作用是相当强烈的。它让运动的进入者静气敛神。玄关布置的好坏，可以说直接影响着住宅的风水。从风水上说，玄关最大的作用是可以化解门外直冲进来的煞气，比如说门外正对建筑物的转角或尖角及刀煞，或者住宅正对着大路，或者高出住宅的路面或建筑，就可以利用玄关来化解煞气。这在普通住宅中可能不太感觉得到，但是在别墅中却是很明显的。玄关可以促使从大门进入的外气转向，从而起到化解的作用。在化解的同时，还可以起到防止屋内的旺气外泄。从风水学角度讲，旺气也好，财气也好，都应该尽可能的在屋内回旋，为住宅充分利用后才慢慢的流出。从心理上说，玄关更有遮掩的作用。玄关可以为客厅进行遮挡，保证客厅必要的私密性，以至于不会让家中的活动一览无余地暴露在门外过路人的眼中。玄关既然是人们进门后的第一个停住点，人们留在这里的时间虽短，也总希望能得到一个舒适的心情，这就要求玄关保持整洁、清爽、明亮。现代居室的面积宝贵，玄关不可能设计得很大，但也不能过于狭小。住宅设计规范中规定，套内入口过道净宽不宜小于1.2米，如果低于这个限度，人就会产生拥挤狭隘的感觉。玄关的宽敞也可以从天花板上入手，天花板要尽量做得高一些，若太低会让人产生压迫感。在玄关放置鞋柜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鞋与鞋同音，有和谐好合之意，无论是主客在这里更换鞋子都是最理想的。但鞋柜宜矮不宜高，
易藏不易露，易测不易中。鞋柜虽然实用，但毕竟难登大雅之堂，所以要尽量设置的隐蔽低矮一些。玄关的地板应该平整，有使宅运平畅之意，但地板材料不能过于光滑，以避免来者失足跌伤。地板的图案最好不要选用那些多尖角的图案，更忌讳尖角冲门。从视觉上，进门就见到这些缺乏平和之感的图案，会让人心情不快。从颜色上说，玄关应该是上浅下深，不仅不失美观，而且象征长幼有序，但整体颜色以偏向淡爽为宜，千万不可阴暗晦涩。清淡明亮的颜色包含着一种轻松的意思，告诉回家的人应该放松心情了。保证玄关明亮的方法，首先是保证玄关的干净整洁，不可杂乱无章，更不应将垃圾放在玄关。不过人们在本身面积有限的玄关里，多少会放一些储物柜、杂物、装饰品之类的东西，这时明亮的灯光就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灯饰应尽量排列成方形或圆形，而避免成三角形，象征平稳团圆。玄关除了防煞遮挡等作用外，装饰作用是现代家居极为重视的一点，但是装饰不宜也会破坏了风水。玄关的装饰仍然要在保证它的通透、适中、明亮、整洁的基础上进行。很多人家喜欢在玄关摆放一些绿色的植物，这不但可以绿化室内空间，增加生气，令吉者更吉，凶者反凶为吉。玄关的植物以赏叶的常绿植物为好，那些带刺的植物则会破坏风水。除了植物外，玄关放置神明也是比较多见的。地主的摆放位置应该面向玄关的地柜中，财神的位置应该面向宅内，这样可以引财入室，但必须小心，切勿面向厕所和鱼缸。狮子、麒麟等古代守护家宅的吉祥物引入玄关，也可以起到它本有的作用。玄关的壁画装饰应该尽量选择一些色彩鲜亮的，以保证玄关的明亮感。在玄关安装镜子，可以作为进出整理仪表之用，也能令玄关感觉上去更加宽敞明亮。但镜子不能正对着大门，以免让客人进门受到惊吓，并将一些吉利之气反射出去。同时镜子也不能安装在天花板上，否则会有头下脚上、颠倒乾坤的感觉。
对于日益注重生活品质的现代人来说，卧室是人们心灵的避风港，是使身心得到休息的私人空间。卧室的布局应该特别注重突出它的安静性和隐秘性。在一个理想的居室里，每个家庭成员都应该拥有适合自己方位的卧室。卧室在吉方，疲劳就能够充分消除，活力也恢复得更快。人们通常喜欢住在朝南的房间里，不过风水普遍认为卧室应该安排在西面，迎接夕阳的地方。太阳从西边落下，人也应该在西边休息。不仅如此，夕阳把最后的阳光都留在了你的卧室里，有一股温暖的味道，更有一种和睦、静谧、安详的感觉，会让屋子里的人睡得更香。而夕阳洒落余晖的景色，更是与爱人分享美好时光的最好陪伴。有风水师还认为，西方的卧室能够增加人的成熟度与责任感，在工作和生活中更容易得到他人的尊重。不过小孩和老人的房间又另有安排，男孩的房间应该安排在东方，因为东方使年轻人活泼健康，使人运动神经发达。女孩和老人的房间安排在东南方，东南方是促进健康的方位，女子能够得到好的姻缘。现在楼盘的户型流行大客厅、小卧室，这种设计不仅从风水理论上来看是正确的，在现代养生学中也得到了证实。现代科学表明，人体外表存在着一层肉眼看不见的气场，由人体本身产生的能量流不断流动而形成，它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气，被称为纳蒂斯。纳蒂斯散失到一定程度，人体就容易受到侵袭而生病。在空旷的地方，纳蒂斯散失的程度要更大一些，而人在睡眠的时候，人体周围的这种气最为微弱。因此卧室的面积不应该过大，面积越大的空间消耗人体的能量越多。这也与古人在居住环境上下的断语“宅小人多气旺”不谋而合。不过万事有度，卧室也不能太小，一般卧室最好在15平方米左右，不要超过20平方米，才有利于人体自身与周围环境七脉相通相融，达到休养生息的目的。正方形是卧室最理想的形状，不规则的房间不宜做卧室，更不能做夫妻主卧室，据说会导致久婚不孕。如果房间很不规则，卧室里的家具摆放就会不整齐，产生凌乱的感觉，不利于人的视觉和心理。如果人躺在床上望着一个狭长的空间，会产生孤独冷落的感觉。如果卧室实在狭长，只能通过隔断的方法将它改变形状。另外，卧室也不能是圆形的，甚至连卧室里的家具也不要有太多圆形，因为圆主动，方主静，卧室是让人休息的地方，应该是安静的。
卧室的门也是很有讲究的。首先，卧室门不可以对着居室大门，否则在风水上是大凶。卧室对着门，一有客人进来就能看到卧室内的情景，容易把隐私暴露给别人看。特别是一些不拘小节的主人，卧室里的杂乱样子，甚至女主人穿睡衣的样子都可能暴露在外。卧室门也不能正对着厨房或者厕所，厨房是纯阳的地方，火气太大；厕所是纯阴的地方，厕所的污浊气场会直冲着卧室而来，影响房主的运气。卧室门正对着镜子也是凶兆，门口的镜子就如同一双眼睛注视着房内的动静，不仅气场不和，而且对人的心理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古代风水学认为，卧室一般应该选择在生气较强的中心地带，这个区域像一个人的心脏，需要绝对的安静洁净，而有火有水都是不好的。依照常理，卧室就是卧室，洗手间就是洗手间，两者是井水不犯河水。但是现代住宅为了起居方便，很多主卧室里都配备了洗手间，许多洗手间的门还是正对着床的。洗手间是一个阴气比较重的地方，同时也是产生腐败空气的地方。无论在哪个方位，如果处置不当，都会诱发身体各方面的疾病。因为浴室是个湿气很重的地方，潮湿的空气一旦进入卧室，会使床铺变得潮湿，使人睡起来感觉很不舒服，久而久之会让人产生各方面的疾病。如果卧室里有洗手间，通常有两种缓解的办法。首先，在洗手间里摆放几盆迷栽植物，这样可以让绿色植物为我们多吸收一些污秽之气。另外，还可以在床和洗手间之间加上屏风。卧室是主人用来休息睡觉的地方，卧室的装饰格调就应该以色彩柔和、温馨淡雅为原则，过分装饰性的材料是不适合的。卧室的装修材料可以选择那些在视觉上与触觉上均有一定温度感的，比如墙纸、木质地板等等，也可以适当的选用一些牺牲材料，比如窗帘、毛毯之类。玻璃、大理石等硬质材料则会使卧室显得冰冷硬朗。在卧室中使用墙面漆，风水学也认为不当，因为油漆比较光滑，反射性能好，会把卧室里的气能反射出去，并且油漆也不利于墙体的呼吸。另外，
卧室的墙上不能安装大面的镜子，大面镜子会增加空间感，可是卧室空间太大却会让人失去安全感。卧室要营造温馨的环境，颜色是非常重要的。卧室颜色要尽可能单纯一些，以暖色为主，适量配一些明亮的橙色、红色等，切忌装扮的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的样子，让人感觉眼花缭乱，无法安静入睡。颜色的搭配除了天花板、墙壁、地面之外，也包括门窗和家具的颜色。卧室的颜色应该是把每个元素考虑在内，整合搭配出一个温馨柔和的色调，这样的格调给整个卧室营造出一种安静祥和的感觉，有利于人们更好的休息，从而保证身体健康。一个充满暖意幸福的氛围，也会在无形之中增进夫妻之间的情感。不过现代人喜欢追求个性，做事情喜欢凭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如果你喜欢上了某种另类的格调，并且在这样的环境下觉得舒适，能够安心休息和入睡，那么也是无妨的。毕竟风水的目的是让住在里面的人生活得更好更舒适。同样的一种色彩，在明暗不同的光照条件下会产生很大的差异效果，所以卧室的色调还要考虑到卧室的朝向和光照问题。如果卧室朝南，日照充足，色调应该稍稍偏冷一些，这样夏天就不会显得太炎热。如果是朝北的，那么色调就应该暖和一些。窗户是卧室采光的重要途径。风水中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夫妻的卧室不宜使用落地窗，因为玻璃会反射能量，时间长了让人精神紧张。而人躺在床上的时候，如果窗帘开着，就能从侧面能看到窗外的景色，迷糊中可能会产生自己悬在空中的错觉，这对人的心理是很不利的。卧室窗帘最好选择两层或者三层，分别可以起到避光、吸声、调节光线的多重作用。卧室的活动时间以晚上居多，所以卧室的照明显得格外重要。古人讲究光厅暗房，也就是说卧室的光线不应该太明亮，而是以偏暗为好。无论从美学观点上说，还是从使用卫生角度而言，卧室光线都应该以柔和养眼的灯光为主。倘若卧室灯光太强，容易使人脾气暴躁，引发肝火，但也不能太暗，太暗的灯光使人萎靡不振，精神忧郁。现代家居中大部分卧室都安装床头灯，这是个非常好的设置，但是床头灯的光线必须柔和，并且要配上灯罩。灯罩的颜色最好和墙壁的颜色相配合，这样才能使人睡得安心，身心得到充分休息。卧室中如果有壁灯，则应该含蓄浪漫，营造一种卧室特有的气氛。
很多人习惯把卧室内的窗户长期关闭，以为可以减少灰尘。其实这种做法是很不利健康的。流通的空气才会使人健康，空气长期不流通容易使人产生疾病，或者遇病时长期不愈。另一方面，也会使人做事变得固执自我，在死胡同里徘徊。在房间里放置一些软装饰用品，是装饰家居的常用办法。古人认为，卧室里的植物容易聚集阴气，阴气是对人不利的能量。现代科学研究证明，卧室的植物晚间会吸收氧气，释放二氧化碳，时间长了对身体不利。但放置少量的植物是有助于提高休息与睡眠质量的。这些植物一般为中小型的盆栽，做适当的点缀，不要放在床边。除了植物之外，卧室里应该尽量少放金属类物品，更不要放刀剑、凶器以及神像、神位等等物品，因为这些都会破坏卧室祥和温馨的气氛，容易让人神经紧张。古代风水认为，刀剑上有煞气，会冲撞身体。也有的风水师解释说，因为刀剑会带来一些有关凶杀的不良信息，这些信息会产生一种不洁的心理暗示。一般来说，水能招财，但在卧室里放有水的物品是不利健康的，因为卧室里多有吸水的布类床上用品，会使床和房间更加潮湿，不利健康。李翁《闲情偶记》里说，人生百年所立之时，日居其半，夜居其半，夜间所处只有一床。他说，床是人半生相共之物。确实如此，可以说床在人的生命中是相伴最长的物品了，床也是卧室里最重要的角色。从卧室的功能上来说，首先要选择一张合适的床，床的高度要适中，以略高于就寝者膝盖为宜。过高的床有潜在的危险性，特别是对老年人和小孩来说，从床上跌落可是件痛苦的事情。床太低，底下通风不畅，容易接触和吸收地面的潮气，引发疾病。人们睡觉总希望能够舒服一些，所以床板太硬是不适宜的。床板太硬，让人不容易入睡，也不利于消除疲劳。不过柔软的床虽然刚睡下时很舒服，但对身体却是不利的，它会增加人体腰椎的正常弯曲度，尤其是对青少年，所以床板也不能过于柔软。
床面太小的床虽然可以节省空间，但对于睡在上面的人来说，身体的舒展受到了限制，会有一种委屈感，休息的目的打了折扣。从风水学上说，床的摆放位置比床本身更为重要。首先，床不管位于何处，都应该让躺在床上的人看到卧室的门和窗，可以看到发生在卧室周围的异常情况，有一种安全感。而且在黎明时分，会有阳光照射到床上，有助于吸收大自然的能量。但这条原则并不说明床要对着门，相反，从风水学上说，床是不可以正对着门的。这里的正对着门是指床头对着墙，床尾对着门，据说这会让人做噩梦，让人失眠。事实上，床对着门不能保证安全性和私密性，而且正对着门反而不容易看到外面的情景，却只能听到声音，让人觉得不踏实。床的摆放位置最好是南北朝向，顺和地球磁场的方向。在这样的方向下，人躺在床上，人体的睡相、主动脉和大静脉的朝向都和地球磁场的方向一致，人比较容易入睡，睡眠质量更高，并且还具有一定的防病保健功能。这一点已经得到了科学上的充分证实。风水中把床的上方有横梁称作抬梁床，认为这是大凶，会让人遇到不测。在现代住宅中，横梁压床还包括空调机悬挂在枕头上方，卧床正上方悬挂吊灯等等。传统风水学认为，横梁的形状像一把刀，悬在床上方就悬挂着危险。有风水师的解释说，房顶不平坦，在睡梦中神志不清醒时，眼前的东西有可能演化成形象，进入人的梦境，对人的休息产生干扰。后有靠背这条理论对床的摆放来说也是适用的，这就是说床头要靠在墙上，不可以靠着窗户，因为晚上窗外的月光和窗外的气息都是阴性的，阴气从头部进入，不但会做噩梦，也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床背后的墙上可以适当装点，但不要挂钟，时钟悬挂在床头，有如墓碑，又像在计算死亡的时间，是不吉利的。卧室里除了床，当然还有家具。家具的种类很多，有单件的、组合式的、折叠式的、多功能的等等。选择家具要根据卧室的空间以及自己所需要的功能。风水学上认为，家具从属于卧室，若附属过大，则属于邪压正。不过在现代设计上来说，最重要的原因是整个空间的比例协调问题。家具面积过大，视觉上不美观，而且会造成主人行动不便。家具的色彩在整个房间色调中所占的地位很重要，对卧室的装修效果起着重要的作用。
家具的样式和色彩不但要符合个人爱好，更要注意与房间的大小、室内的明暗以及内部的装修风格相结合。家具的摆放同床的关系也是至关重要的。家具要给床形成三面有空间环绕的格局，这是一种理想的聚气方式，气仿佛被聚集在床上。床头柜应该略高于床，这样有利于提高睡眠质量。家具中的镜子不可以对着床，因为夜里起床容易被镜中的影像所惊吓。传统风水学还说镜子会把人的能量反射出去，导致人体虚弱，甚至造成年轻夫妻不孕不育。很多人为了节省空间，把一些暂时不用的杂物堆积在床下，这其实是错误的。因为风水学上认为，床下的空间是为了让床通风散气，堆了杂物不利于气的流通，所以要尽量避免这种做法。我们通常所说的卧室一般都是成人卧室，但对于小孩来说，它的布置多少与成人房有一些差异。儿童房的布置应该达到有助于孩子成长和学习的目的。男孩的房间以东方为吉位，东方空气新鲜，充满阳光，是能量充足的方位，住在这里的孩子健康活泼。女孩的房间以东南方为吉位，住在这里的孩子会和朋友家人保持友好关系，性格柔顺文雅。北方是用功读书的方位，北为阴，阴没有阳的离心力，而只有向心力，可以使学习的向心力发挥出来。风水学上认为，南方、西南方等都是儿童房的凶位，这些房间会让小孩子变得好动、贪玩，无法专心学习。小孩子从脱离襁褓开始就不停地用手脚对世界进行探索，他们不懂什么叫安全，所以父母在布置儿童房的时候应该尽量考虑到小孩的安全问题。比如窗户护栏不要太低，家具避免有硬质棱角，材料选择无毒无害等等。儿童的活动力强，所以装饰材料以柔软自然便于清洁为好，有利于安全又容易保持整洁。地面以铺天然的木地板最佳，避免石材和地毯，石材容易受伤，地毯容易吸附尘土。儿童房的用电要格外注意，小孩子的玩具、学习用具很多都需要使用电源，不要在一个电源点上使用过多的电器，插座要尽量设置在儿童触摸不到的地方，有条件的话可以使用儿童安全插座。
小孩子总是充满着各种幻想，他们不仅把自己的房间看作休息睡觉的地方，也看成是他们玩耍游戏的空间，当然也是他们学习的地方。稍大的孩子还希望房间能体现自己的个性爱好。小孩房间的布置要充分考虑到他们的这些特点，布置成可以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空间。父母在进行儿童房装修的时候，应该多听听孩子的喜好和追求。空间属性应该是多功能性和多变性，考虑到孩子们可以自己重新调整摆设。色彩对儿童的心理调节作用是很大的，它会影响到孩子性格的发展。0到3岁的孩子要用强烈的纯色，3岁以后男孩可以用较为硬朗的色彩，女孩用柔和的色彩。一般来说，儿童喜爱的颜色是单纯而鲜明的，这些颜色成年人可能会觉得太鲜艳，但对天真的儿童来说，可以培养乐观进取的心理和坦诚纯洁活泼的性格。绿色是平和的颜色，能起镇静作用，对消除疲劳和消极情绪有一定作用。蓝色环境能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感到优雅安静，调整身体内环境的平衡，消除紧张情绪。虽然儿童房的色彩应该鲜明，但是并不意味着装饰要复杂隆重。相反，过分的讲究装饰和摆设会增加有害气体的含量，影响儿童的身心健康。儿童房间的墙壁上千万不可放一些奇形怪状的动物画像或者打斗战争的图片，会给小孩的心理带来不好的影响。孩子的洋娃娃、动物玩具等不要关在柜子或橱窗里，以免使他产生不健康的心理倾向。植物花草在儿童房内要慎用，因为儿童对花草的过敏比例要大大超过成年人，而且有些植物误食后会中毒生病。灯光的布置也应该像孩子的想象力一样有趣而随意，可以采用多种灵活的方式来布置儿童房的灯光。孩子成长的不同时期，灯光的放置也有所不同，以适应孩子的玩耍、学习、思考、休息等不同需要。房间要有充足的照明，光线太暗会影响孩子的视力发育。灯光还应该让房间有温暖安全的感觉，有助于消除他们独处时的恐惧感。孩子的床和成年人是有所不同的，不能用成年人的床代替儿童床。如果家中只有一个孩子，床位应该与父母的床位相同，有助于父母与孩子感情融洽。如果是两个孩子，床的方向也应该一样，使他们有一种共同成长、和谐共处的感觉。小孩子喜欢在自己的房间里玩耍，所以要留出更多的空间。家具的选择和摆放要科学合理，组合式的家具占地面积比较小，比较适合儿童房。书桌也是儿童房里的重要家具，书桌不要放在阳光太强烈的窗口，背后不要对着门，
不要放在横梁下。书桌和椅子的高度要适合孩子的高度，否则会让他养成不良的坐姿，从而影响身体发育。另外，书桌上不要堆太高的东西，不要放音响，要给孩子形成一个舒适安静的看书环境，从而增加孩子看书的乐趣和兴趣。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文化素养普遍提高，在家中学习看书的时间越来越多，大多家庭都会在家中安排一个书房。如果有条件的话，书房要独立出来，不要和卧室组合在一起，因为两个空间的功能不同，各方面的需求也不同，所以不能放在一起。而卧室通常是两个人的空间，书房则是一个人的空间，放在一起彼此会受到打扰。古人认为最理想的书房是设置在文昌位上，文昌专司天下读书人的功名利禄，文昌位就是文昌星飞临入宅的方位。不过文昌位以年流变化，很难掌控，对于一般的家庭来说，书房只要安排在吉方就可以了。适合书房的方位有东方、东南方、西北方和北方，因为看书写作必须经过观察构思，古人认为这是一份阴性的工作，所以不能设置在阳气旺盛的南方、西南方等方位。所谓的十年寒窗，不仅是形容读书之苦，也从侧面反映了看书的环境。艰苦的环境更有利于人们刻苦用功。事实上，在强烈的阳光下看书，不仅有害人的视力，而且暖洋洋的环境容易让人瞌睡。书房的面积宁可小而雅致，不可大而无当。书房小可以使主人集中注意力，不容易分神。古人还认为大的书房难以达到聚气的效果，难以聚气，精神也会分散。安静对于学习工作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人在安静的环境中工作效率要比在嘈杂的环境中高得多，所以在安排和布置书房的时候要突出考虑到安静的问题。现代合理的居室布局一般都有一个宁静区，宁静区要在离客厅、门厅稍远的地方，书房和卧室都设置在宁静区，这样可以避免主人在休息工作时被他人的娱乐活动打扰。
如果书房的一面临街或临近其他噪声源，最好采取一些隔音措施。色彩的合理配置也能保证书房的安静，让人的精神集中，从而对工作和学习的效率产生很大的影响。首先，书房的颜色不宜使用过多，因为书房是长时间使用的场所，长时间在色彩纷杂的环境下工作，让人心烦意乱。但不同的工作性质可以进行适当的调整，比如说工作比较忙碌紧张，可以采用浅色来缓解压力；工作比较平淡，可以用强烈的色彩来刺激神经。风水学认为，书房最普遍、最适当的颜色应该是绿色，因为文昌星五行属木，和木有关的便是绿色，而且绿色可以保护眼睛。当然，如果装修的时候书房里缺少绿色，可以增加一些绿色植物。另外，灰棕色等中性色也是比较适宜的。门窗的色彩要在整体色彩的基础上稍加突出，使之成为室内的重点。家具和摆设的颜色最好和墙壁统一，以达到一个和谐安静的效果。书房的装饰最好能形成一种线条排列的感觉，因为线条的排列组合能给人一种静谧感。比如墙纸、家具、装饰品等等，都可以考虑在排列范围内。如果要达到更好的效果，可以用一些小手段为自己营造一个幽静的环境，比如挂一串风铃，养几盆绿色植物，放个鱼缸让它制造出流水的声音，还可以放一些模仿大自然的轻音乐等等。虽然书房要追求安静，但也不能太过，而将书房安置在一个密不透风甚至没有窗户的空间里，这样会像是闷在一个罐子里工作，会使人的思维越来越僵化，人也变得越来越孤僻愚笨，视野难以发展。书房一定要光线和空气充足，这样才利于人的思考，有利于运气以及未来的发展。看书的时候，灯光太刺眼或者太昏暗，都会对眼睛造成伤害，所以书房对采光和照明的要求都很高。正确的灯光可以消除工作中的头痛、眼睛疲劳、颈部乏力等不适症状。阳光是最好的光线，写字台要放在阳光充足但不直射的窗边，不要使阳光在电脑屏幕上产生反光，这样不但在疲倦的时候可以凭窗远眺，又不至于伤害眼睛。书房灯光照明如果是花哨的彩灯，会让人顿生疲劳，因而是不适宜的。最好的应该以日光灯和白炽灯交替布局，在色调偏冷的日光灯之外，桌上放一盏小台灯，既可以弥补日光灯的照明死角，又能增加视觉上的温暖感，受到动静自如的效果。
对于看书写字的书房来说，家具是里面最重要的元素了。书房家具必须考虑到适应人们的生活习惯，并且符合风水的基本要求。书房家具的结构、尺寸和摆放位置等等，都应适应人的活动规律、人体各部位尺寸以及在使用家具时的姿势。常用的书房家具有书架、书柜、写字台、座椅以及休息用的沙发等等。按照我国正常人体生理测算，写字台高度应为750到780毫米，高度适宜的桌椅可以让身体得到自由伸展，获得一种舒适感。书桌的形状和质地对工作和学习有深刻的影响。在通常情况下，大桌子会给人一种权势和地位感，使用时令人感到快意。在形状上，家居办公桌以椭圆形较长的桌子为佳，它避免了磕磕碰碰等情况的发生。桌子太小会令人感到拘束和压力，无法全面展开思维。如果工作时间较短，可以使用玻璃台面，有助于刺激工作迅速完成。如果需要长时间伏案工作，则应该用木桌，更利于人静下心来。风水学认为，不同的坐向有不同的利弊。坐西朝东，利于进取、乐观，能够增强自信心，但容易导致野心过大、好高骛远。坐东朝西，利于积蓄财富，生活满足而有浪漫感，但容易产生惰性，甚至招惹桃花。坐北朝南，激情四溢，社交活跃，但压力也会随之增加，口角是非增多。坐南朝北，成熟稳重，独立自主，但可能落落寡合，视野趋于平凡。不管人的坐向如何，总的来说，书桌要放在光线充足、空气清新的地方，一般是在左上方有光源投来的地方。因为大多数人是用右手写字的，书桌在屋角，桌前就有一个比较宽阔的空间，按风水学说法是形成了一个生气区，可以使人胸襟开阔。桌子的座位后面最好有一堵坚实的墙，如同山脉，给人以坚实的感觉一样。座位背靠着门，就是人背门而坐是不利的，因为门是气口，接纳生气的同时也纳入污浊之气，因而会使人感到背脊受惊寒。背门而坐，座位后面没有依托，也会使人缺少安全感，产生背后受袭击的担忧，经常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工作学习，无疑是不利的。风水学认为，座椅背后是窗，也属于背后无靠的情形。同时，桌子应该离门远一点，并形成门在桌子侧方的格局，避免他人从门口窥视到。将桌子放在门边或者太靠近门口，那么门外的噪声和他人的窥视都会使人分心不安。书桌不要摆放在厨房或卫生间对面，以免污浊潮湿之气直冲专心读书的人，影响心情，有碍健康。书桌正对着窗户，属于书桌望空，在风水学上来讲也是不适宜的。另外，书桌不要放在横梁下面，
否则会使坐在下面的人有一种压迫感，心情不舒畅，对学习和事业不利。除了书桌的摆放之外，桌上用品的摆放也各有讲究。书桌上要有高低进行配置，形成一定的山高水低的格局。桌子两头的用品不能摆放得高过于头，令使用者不能够伸展出头。具体来说，男性用者左手青龙位宜高宜动，右手白虎位宜低宜静，而有能量通过的物品，如电话机、传真机、电灯等，都应该放在左边。如果是女性用者，则应该加强右方白虎位，重要的物品可以放在右方。书房一般都有书柜，书放得整齐有序，是对书房的基本要求。身在一个杂乱的地方，怎能静下心来认真学习或工作？书有常用和不常用之分，可以根据这个特点将书分类放置，当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和工作性质来分类安置。书房是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空间，有力的装点突出这种氛围，可以使工作者达到一种更好的状态，从而更好地发挥和创造。当然，装饰的风格应该来源于使用者的工作性质以及个人的习性爱好。按照人的生理结构，字画应该挂在距地面1.5到2.0米的地方。字画悬挂的位置最好选在与窗户呈90度的墙壁上，可以使自然光源与画面和谐统一，加强真实感。在书房里摆放一些特殊的植物，也可以起到调节心情、激励斗志的作用。植物还可以吸收一定的晦气和煞气，甚至挡掉不好的磁场，给书房一个清新舒畅的环境。厨房是家庭生活的加油站，它是餐厅的后台操作场所，更是享受现代生活乐趣的地方。厨房的好坏比起古代在生活中的地位更加重要了。良好的厨房不一定要安装昂贵的材料，购置精美的器具，厨房周密的计划布置对于家人的生活健康来说更能起到有利的效果。
在风水中，厨房是财富的象征，是全家人的身心补给站，因此厨房要设在宅内，有整体之感，不可以将它设在阳台或者家建部分，最好不要选择不规则的空间来做厨房，那样会影响家人健康。厨房的方位以东方位为吉，东方是日出的方位，空气新鲜，也是一天阳气发出的方位。从风水上说，这个方位的厨房能使一家人健康勤勉有活力。东南方也是比较吉利的，对于喜爱清洁卫生的人来说，这是厨房的好方位。从厨房出来，直接进餐厅，为家人送上一盘可口菜肴，是相当美妙的。这也意味着厨房和餐厅的位置相连。在风水中，这种格局是值得提倡的。厨房和餐厅的功能相连，所处的位置也自然以相连为好。在厨房操作的同时，可以适时地和餐厅里的人进行交流。此外，餐厅一般是开放的，要给人留下干净整洁的印象，而厨房是封闭的，两者相连，可以将餐厅的许多用具放在厨房里，保证餐厅的整洁。欧美家居常常把餐厅设在厨房里面，这对于食用中餐的家庭来说是不适宜的，因为厨房的油烟和热气都很大，会影响就餐环境。在风水上说，厨房象征着财源，而餐厅代表着开销，两者合在一起会导致家庭账目混乱，收支失去平衡。餐厅和厨房的位置如果距离过远，意味着生活能量得不到及时补给，在风水上也就代表了家中运气时好时坏。两者本是同根，相距太远，气会连接不畅。前些年住宅面积受到限制，有些房屋为了节省空间，往往会把厨房和卫生间连在一起，甚至把卫生间的门开在厨房内，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妥当的。按照传统风水的要义理解，厨房是火的能量区，多有燥火之气，卫生间是水的能量区，多有毒阴之气，两者都属于不吉之气，两者阴阳不可调和，一来造成磁场相冲，二来影响整个居室的能量状态。从卫生角度来看，这种状况也会出现问题。卫生间打扫得再干净，总有污秽之气，这些气体进入厨房就会影响食物质量，若有异味进入厨房，那更是连做饭人的心情都变味儿了。另外，厨房的位置和卧室的关系也要有所考虑。厨房门倘若与卧室门相对，对于卧室来说，厨房内的油烟进入卧室，会导致人头晕脑胀，脾气暴躁。对厨房来说，卧室也有来自人身体的晦气，这些混入饭菜里面也是影响美味和健康的因素。
现代家居讲究装修，厨房自然也不例外。风水认为厨房以白色装修为佳，但从实用的角度来说，厨房是做饭的地方，白色可以表明卫生状况的好坏，就如厨师的工作服也都是白色的。除了卫生之外，厨房色调还和人的食欲有关，白色不容易引起人的情绪反应，有助于情绪的释放。在繁忙的工作过后，在家就餐之前应该是释放情绪的时间。在吃饭之前走进厨房准备碗筷的时候，厨房的白色就起到了这种释放情绪的作用。厨房的装修重点应该是首先围绕着安全清洁的原则，然后才考虑美观漂亮问题。这之前有一点值得注意，在安装厨房地板的时候，要使厨房地面低于餐厅客厅的地面，这样一方面可以防止污水倒流，另一方面由于主次有别，厨房不可以凌驾于厅房之上。再次，从厨房进入餐厅客厅应该是步步高升，反之则有退财的意思。厨房材料应该选择不易受污染损坏、容易清理打扫的材料。厨房地面材料最好不要选择有立体感图案或者是强烈明暗对比的材料，那样容易使人产生地面高低不平的错觉。瓷砖以大片的接缝少的为好，因为接缝处不易清理，容易滋生病菌。除此之外，厨房内要保证空气流通，流通的空气可以降低厨房温度，并且保持清新，保持干爽，保证食物的质量。现代家居虽然重视厨房，但厨房的面积相对于其他空间来说总是有限的。然而厨房里的器具又是极其丰富的，这些器具的安排布置关系着家人的生活质量，从而在风水上产生不小的影响。在有限的厨房面积里面，有没有一个良好的布局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对视觉还是操作都会产生影响。厨房的布局有多种形式，这是由厨房的空间结构决定的，同时也考虑到业主的习惯和喜好。通常的布局有二字形、L 型、U 型、半岛型等，但无论何种布局，都应将炉台、水槽、冰箱三者之间的关系确定好，因为
这三样东西是厨房里最基本的设备，是厨房的重点。厨房里最重要的器物当然是炉灶，古时是灶台，现在变成燃气灶，但原理都是一样的，都必须慎重安放。炉灶的安放位置，风水上的原则是坐凶向吉，放在藏风聚气的地方。炉灶是一家三餐的餐饮来源，风水学强调说食者禄也，认为炉灶是家庭的财富所在，所以炉灶不能放在有风的地方，以免火苗不稳定或者被吹灭，影响了财运。比如炉灶对着厨房门，炉灶后面是窗户等等，在那些有风的地方，火苗不稳定就会影响烧饭的效率和效果。灶位的安放方向应该与屋向垂直或者平行，切忌斜向安放。水槽是除了炉灶之外极为重要的配置，炉灶不可以和水槽相邻，因为炉灶与水槽各自代表了五行中的火和水。比较合理的做法是在两者之间安排切菜台之类作为缓冲，也为操作带来方便。室内空间一般都忌讳横梁压顶，炉灶也不例外，不可以放在横梁下面。横梁对于现代厨房来说，还有水管、燃气管等，横梁压制炉灶会影响家人健康，尤其是烹饪的人。此外，炉灶放在厨房的角落也是不好的，这样使烹饪者背对厨房入口，使烹饪者的操作受到一定的心理影响。现代家庭的厨房里除了炉灶之外，还有很多家电用具，比如电冰箱、电饭煲等。冰箱是储存食物的地方，食物的好坏会影响人的健康。冰箱的摆放要注意两点，首先是不要和厨房门相对，在现代风水学中这被称为门冲煞，食物保存的期限会缩短。其次，冰箱不要正对炉灶的位置。电饭煲、电磁炉等现代器具的主要功能还是烧菜做饭，因此它们被认为是炉灶的现代形式。它的风水原则如同炉灶，事实上因为这些器物较小，搬动和改变方向都是举手之劳。厨房是人的一个操作空间，炉灶、冰箱、水槽无论位置如何，都首先是为了满足操作人的方便。这些器物一般都是被安放在一定的台面上的，那就应该注意到台面的高度、宽度、大小，一定要根据操作者的身高及操作时的舒适度来选择。一般来说，台面的宽度不小于500毫米，高度为800毫米左右，燃气灶台不大于700毫米，这样才能保证使用时操作方便。除了身高之外，还要注意视线的高度，人的视线一旦被妨碍了，烹饪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对于人的操作来说，除了合理的空间设计之外，还有光线。厨房的照明光线应该充足明亮，合理的照明光源不应该是单一的。灯光不仅限于厨房的吊顶，也包括在那些有需要的地方添加光源，比如橱柜器具之间，这些光源要不刺激烹饪者的眼睛。厨房灯的形式以日光灯为好，光线明亮而不会产生阴影是最好的。厨房虽然可以满足人们最重要的人生需求，但是厨房的环境也是很容易被人忽视的。油烟、灰尘、污垢总是这里的常客，这都会影响食物的质量，更会影响烹饪者的心情。所以厨房应该打扮得热情干净，才适合它本有的地位。所以厨房要注意整洁，瓶瓶罐罐、刀叉碗筷都要有合理的安放，并且适时清理。另外呢，还可以想一些办法美化厨房空间，比如添加一些和厨房有关的小饰品、图画，或者在厨房里放上一两盆植物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这些物品可以点缀相对沉闷的厨房空间，使烹饪者有更好的情绪，为厨房带来一股生气。中国古人说，民以食为天，食对中国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吃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人的身体状况，进而影响人的整个生活。对于现代人来说，食的概念已不仅仅在于吃什么，更在于在哪里吃，在怎样的环境下吃。这环境说得微妙些，便是风水，在家居文化中则是表现成为餐厅的风水。风水最讲究方位，东南方有臣以黄金水之称，餐厅如果设在这个方位，有家运兴隆的吉兆，如果设在西南方，则属于凶相。当然现在的住房，在你拿到钥匙之前，餐厅的位置大多是已经被规划好的，一般总是在与厨房相邻的部位，或者在客厅边缘的一块区域，餐厅的方位很难改变。相对于方位来说，其他的风水元素是可以做适当调整改变的，从而达到更好的效果。比如说风水认为，餐厅不宜设在门口处，餐厅不宜正对大门，不宜正对厕所等。如果你家的餐厅格局正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就要利用隔断或屏风的方式加以处理。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保证安静清爽的环境，也是为了给餐厅形成一个围聚性的格局。这个围聚性格局应该以餐桌为中心展开，
延伸至天花板、地面和周围墙壁，形成一个或虚或实的空间。对于忙碌的现代人来说，就餐是家人最可贵的团聚时间了。那么餐桌最好也是温暖柔和的，因此风水认为餐桌最好的材料是木质，自然环保，并且没有玻璃和金属的冰冷感觉。餐桌的形状在传统上主要是圆形和方形，圆的形如满月，象征一家老少团圆，亲密无间，而且聚拢人气，能很好地烘托就餐的氛围。方的一般是八仙桌，象征八仙聚会，非常吉利。受西方影响，现在有不少长方形的餐桌，这很容易形成主客之分，一家之主的地位会较为突出和明显。当然，椭圆形也有类似的效应。在中国风水中，带尖角的东西通常是被排斥的，餐桌也是如此。另外，餐桌的尺寸也不容忽视，餐桌的大小要和面积空间相匹配，高低设计要适合人体，坐得舒服才能更好的就餐。除了餐桌之外，酒柜、餐碟柜也是餐厅的一道亮丽风景。将酒柜设在餐厅，一方面方便使用，另一方面柜内的器具可以起到装饰的作用。酒柜大多高而长，是山的象征，餐桌矮而平，是沙水的象征。餐厅中有山有水，配合得体，对宅运大有裨益。餐厅家具在总体安排上切忌东拼西凑，形成凌乱又不成系统的面貌，是风水的忌讳。食物的色彩能影响人的食欲，就餐环境的色彩也能影响人们就餐时的情绪。因此，餐厅风水还涉及到一个餐厅颜色的问题。餐厅颜色的形成主要来自于家具，也包括周围墙壁的色彩。天花板和地面都是餐桌的背景，也是餐厅空间的边界，在选材和选色上都不可忽视。地面的选材要耐磨耐滑，色调与餐桌相互衬托，相应成趣。总的说来，餐厅色彩应该以明朗轻快的色调为主，显示活泼和谐的气氛，不适宜用黑色或灰色，那会形成一种压抑沮丧的氛围。色彩的营造是固定的，但在不同的时间及心理状态下，人们对色彩的感受会有所变化。这时，我们可以利用灯光来调节室内的色彩气氛，从而达到有利于饮食的目的。餐厅的光线和颜色是相互作用的，它们共同为餐厅创造出不同的环境。餐厅的光线应该使食物看上去诱人，并且能增加用餐的温馨气氛，强化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较为讲究的家庭可以使用能调节亮度的灯，让光线具有弹性，用餐时温馨浪漫，其他的时间明亮清爽。
餐厅环境的营造，除了家具、光线、整体色彩之外，小件的点缀装饰也是一种手段。一个盆栽、一幅字画、一件壁挂，无形中都能烘托餐厅的气氛，给空间增加生气。但这些都要根据餐厅的具体情况灵活安排，不可过多而喧宾夺主。盆栽要小而精致，气味淡雅，字画要喜庆光明。值得提醒的是，餐厅最好不要放神台，否则桌上的食物仿佛是祭奠供奉一样，但神灵又是戒杀生吃素斋的，凡人的进食却是与此格格不入，餐厅还是保持它世俗活泼的氛围更为合适。卫生间是每个家庭必须的生活空间，家庭设施即使再简单，即使没有设置厨房，也不会不设卫生间，它在人们生活中是极其重要的。卫生间的功能主要是排泄和洗澡，这里是身体的吐故保养，是人去掉一切杂质废物的地方。在住宅风水上，为了使卫生间不带来凶相，最好位置是设在住宅的凶方，以污浊晦气来压制凶煞，那么全家就可以平安大吉了。最好的方位是在西北或者东南，西方是落日方位，适合当作出口和废物排出之处。一般来说，卫生间不宜设在住宅的中央，这是大忌，也可以说是大凶，但也不宜设在接近大门入口的地方，因为一间住宅的大门是带动地气进入屋子的地方，如果这个位置与卫生间接近，那么地气一进屋便被卫生间的阴气渗透，然后再传入屋内，这样便会影响室内的风水。有走廊的屋子，卫生间不可以设在走廊尽头，而是应该设在走廊的两侧，因为卫生间散发的湿气和晦气会顺着走廊扩散到相邻的房间，设在两侧则得到了一定的制约。另外，卫生间不要和厨房相邻，因为厨房属火，卫生间属水，一水一火不相融合。如果卫生间与卧室相邻，床头不要靠在与卫生间相隔的墙壁上。一些别墅建筑或者复合式住宅，居住者在装修的时候往往只考虑平面层的搭配，而忽视上下层的关系。其实上下层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在卫生间的安排上，它不能压在卧室的上面，卫生间的浊气下降到卧室中不利健康。
能够对卫生间的风水起决定作用的是马桶，或者称为坐便器，它也是卫生间里最重要的器具。根据中国传统风水的原理，坐便器的方向不可以和居室大门的方向一致，也不能和卫生间的门相向，否则坐在坐便器上正好对着门，很不雅观。此外，坐便器不宜坐北朝南，不可明冲床位，暗冲灶位。坐便器的恰当位置应该是靠在墙边，最好安排在从门口望不到的地方。事实上，卫生间的方位也主要是由坐便器的方位决定的。不过一般来说，现代居室卫生间排污口已经确定，坐便器的位置也不易改动。如果要改，则要注意排污问题。当然，也可以利用改变门的方位的方法，改变两者的相对位置。卫生间是属水之地，卫生间里的湿度通常都比较高，所以卫生间的颜色也大有讲究。墙面、地面等最好能够选择金属的白色以及属水的黑色或蓝色，这几种颜色能让卫生间产生一种静谧的感觉，利于如厕者思想轻松。拖鞋、脚垫、毛巾、洗刷用具等可以选用与墙体、地面反差较大的颜色，用一些轻松、活泼、喜庆的色彩作为点缀，会给整个卫生间带来温馨明快的效果。从传统风水上说，卫生间是水聚集的地方，卫生间面积又比较小，窗户也比较小，或者干脆没有窗，采光和通风又常常被忽略，所以卫生间总是弥漫着过多湿气，水停滞不动就成了浊水，浊水的气味在居室里弥漫开来，不利于人的健康。要避免这一点，首先在装修材料上要选择那些防水防潮的材料，地面铺设应该略向排水口倾斜，使积水得到及时排除。保证干爽通风也是避免浊水的重要手段之一。卫生间不能选择没有窗户的那种，因为即使有排气扇也不可能一直开着，并且排气扇的效果总没有天然的阳光和空气来得好，即使使用空气清新剂也只是改变了味道，没有改变空气质量。所以卫生间一定要有窗户，可以让阳光和空气进来，保持阳光充足，空气流通，便于浊气排出。蕨类植物具有吸纳污气的作用，放一些蕨类植物在卫生间里，既有利于卫生间空气清爽，又能给它带来一种自然气息，是一举两得的好方法。为了保证卫生间清爽干净，卫生间的整理和打扫也是不能忽略的，杂乱无章会给人在视觉上产生一种肮脏的感觉。现代生活离不开电，卫生间是电量消耗的重要地方，卫生间里又到处容易碰到水，所以电源开关、插座等一定要妥善安置，防止危险事故发生。如果卫生间面积不够大，安装一面较大的镜子可以增加空间感，并且能增加一种明亮洁净之感，是不错的选择。